外面呢。你亲上了，让我喝口你的。不给。给。嗯。还是我的草莓酪酪好喝。都是你的口红印儿。你嫌弃啊？这可是中奖得来的。哎，有扭蛋。想抽啊？啊。抽一个吧。来扫一下吧。好的。哎，不对，你今天运气这么好，嗯，还行吧，是不是？也就连中了两个大奖。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好运分我一点？怎么分啊？在外面呢，亲上了。嗯，你的好运是草莓味的。是隐藏款。哇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好，打工告成，撤。哎，下宝宝。嗯，你今天累了一天，还好吧？都好啊，你累吗？我不累，我为我老板服务。只为老板服务啊？哎呀，下面就到了为女朋友服务的时间啦。懂事，上来。哎，我哎，回家。你好像变胖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谁胖了？开个玩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回家喽。你慢点。也是隐藏款。哎，再抽一个。嗯，差不多行了吧？你一天把运气都用光了呀。也是隐藏款，你抽一个。我就算了吧。抽呀。我就知道，什么口红套装，什么免单一日游，还有这个全是隐藏款的扭蛋机，都是顾总你的招吧？怎么会呢？明明是你放在商场里那两个玩偶，是艾米跟谢特吧？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看你应聘结果不好吗？你没生气啊？不生气，谢谢啊，顾荣，你所做的我都特别喜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谢谢你把我的特等奖带到我的身边呀。